朋友们，欢迎收看奥提玛代币商务演讲。我叫阿里克斯·莱因哈特，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商人、风险投资者、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顶尖专家之一，同时也是多个总市值超过10亿欧元项目和公司的创始人。今天我来向大家介绍如何利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来赚钱。在这之前，按法律我要进行一个免责声明。大家肯定都听说过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吧，这是正在我们面前发生着的金钱革命。就像以前我们从现金支付慢慢过渡到了现在的电子支付，加密货币也一样，它不是未来，而是当下。比特币的价格从曾经的10美分上涨到了现在的7万美元，也就是7000%的增长率。我本次演讲的重点是超级通货紧缩硬币 Ultima， 该硬币于2023年中期上市，其价格从10美分上涨到了5000美元，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超级通货紧缩指市场供应的急剧减少，而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硬币的短缺强烈刺激着价格的上涨。在未来几年内， Ultima 的目标是每个硬币的价值超过10万美元，而其用户的数量达到1亿。我们的项目于2016年在瑞士启动，7年来我们的社区用户已经超过280万人，并且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内持续快速增长。我的目标是团结所有想通过加密货币技术赚钱的人，并在实体经济与加密货币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帮助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改善财务状况。这也正是我创建 Ultima 硬币的原因。为什么 Ultima 的价格增长得这么快呢？硬币的价格迅速从10美分飙升至5000美元，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 Ultima 硬币的全球性生态系统，以及非常方便的使用 Ultima 硬币的工具，人们可以用 Ultima 来赚钱、做生意以及用于日常开销。一个庞大且非常活跃的社区为 Ultima 硬币提供了高流动性和维持了巨大的需求。Ultima 硬币是一种基于创新且完全去中心化的 Smart 区块链硬币，具有开源代码以及创建智能合约的技术。 Smart 区块链就像一本书，在其中记录了所有的交易，但是没有人可以撕下页面或者更改写好的内容。该区块链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去中心化、智能合约、安全性以及完全的透明性。关于 Ultima 硬币和其经济的所有相关文档都可以在白皮书里查到。Ultima 硬币实施各种超级通货紧缩机制，以增加其稀缺性并提高其在交易所的汇率。硬币的数量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不能超过10万枚，每天最多有50枚 Ultima 硬币进入市场，而且每年此数量将会减半。除此以外，网络上的每笔交易的 3% 都会被冻结50年。流通硬币数量的快速减少以及用户数量的增加将促进 Ultima 硬币的价值和价格的上涨。 Ultima 硬币不仅是可以用于支付商品和服务的一种方便支付手段，而且还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赚钱和做生意的工具。获得 Ultima 硬币最简单有力的方式是通过委托流动性池，这是一种以智能合约形式的去中心化代币存储，由区块链本身专门管理。该存储池的任务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并在存储池的参与者之间按比例分配硬币。这个存储池将由用户自己填充，购买产品时他们会签订一份特殊的智能合约，根据合约条款，他们会因用流动性资金填充资金池而收到 split。 split 是资金池的一部分，其所有者将有权从资金池中获得终身的每日 Ultima 硬币的奖励。这些奖励可以用来出售炒汇赚钱，或者用它们重新填充流动性资金池，用来增加资金池的终身 Ultima 硬币奖励。要获得 Split 并开始从资金池中赚取每日奖励，您需要购买 Split 许可证和 Split 合同。比如，如果您有2枚 Ultima 硬币，您花费了其中1枚购买了许可证，然后用第2枚与区块链签订了合同，并收到了 Split。Split 越多，您从区块链中获得的奖励就越大，奖励将不会受到任何时间的限制，您可以终生获得 Ultima 硬币，您的子孙后代也会继续收到 Ultima 硬币。现在来自 Split 的奖励金额很高，但是每个月都在减少，价格也在上涨。所以大家尽快开始吧。已经收到的 Ultima 硬币可以立即使用、出售、用来购买新的套餐、支付商品和服务等。 Ultima 提供多种赚钱的方法，您可以被动的从资金池中获得奖励，也可以通过 Ultima Business 平台赚钱。我们的产品非常完善，而且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所以 90% 以上的了解过 Ultima 的人都成为了我们的用户和伙伴。如果您认真想过最大程度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愉快，如果您想享受生活，赚更多的钱，多出去旅游，而不只是靠工资生活的话，那么欢迎您立即加入我们，与您的邀请人联系，并让他给你发送注册链接。如果他没有联系您的话，那您就自己给他打电话，并告诉他，请把链接给我，我要从明天开始收取我的奖金和利润。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祝愿你们在使用 Ultima 硬币的未来一切顺利，欢迎您立即加入我们。